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在上一集里呢，我们提到了英国的狂牛病导致牛群遭到大量的扑杀，这是因为呢发生狂牛病之后，人们担心吃了狂牛病的牛肉呢会引发脑部的病变。而在非洲呢也传出人们因为吃保育动物黑猩猩的肉而感染了一种叫做伊波拉的世纪病毒。 我们在台湾经常也听说有一些人远赴越南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去吃熊掌，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的肉。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吃野生动物的肉呢？佛教讲因果，人们吃了这么多野生动物的肉，又要担负什么样的因果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其实动物啊，原来都是野生的，没有一个一样动物啊，是啊。 是家畜，因为人类的历史啊渐渐的演进，为了保障平常或者是呢遇到啊风霜雨雪天冰地旱的时候啊，还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说呢把养一些猪了，养一些羊了，是这样子的养。 养牛了，但是呢，渐渐渐渐的，说家畜和这个野生动物就把它分开了。野生动物作为保育的动物，原来也不是什么保育的，就是因为被人类啊这个残杀的太过分了，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野生动物啊越来越少，而人口素质呢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希望尝一尝野生动物的肉。一直到现在，在台湾的山地同胞啊，他们还觉得野生动物的肉比这个养殖的那一些动物的肉好吃。所以说呢。 野生动物啊，从原始时代开始，就是被人类啊欺负啊、猎杀而当做啊食物来吃的。不过到了今天这个文明的时代呢，由于啊这个野外的环境，不管是森林，或者是呢这个河川，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而许多的动物渐渐地呀，就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绝种密集，只有到了这个博物馆呢，去看到他们的标本，其他的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呀，真正的呀，活生生的动物了，所以变成了所谓保育的动物，所以受保护的动物，而不准人来。 这个猎杀，但是呢，人类啊，许多的人就是一种贪心、虚荣心，以及呢骄慢心、骄傲心呢作祟啊。有了一点钱的人都希望啊，能够吃到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人家没有吃到的，他吃到就满足他的虚荣心，满足他的傲慢心，所以要。 这个向人家炫耀，说哦，我是吃过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肉的哟，觉得自己好像啊非常的神气光荣，其实那是野蛮，那是无知，那个是啊愚蠢。凡是受保护的，而我们不遵守啊这个保护的共同的共识的一种啊。 规律或者规法规的话，这个人就是野蛮人。那么现在我们再说回头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喜欢或者是呢希望好奇啊，而吃野生动物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特别是金钱呢、物质的环境、经济的条件比较啊宽裕的人。 他们就希望啊，来尝一尝所谓野味。人类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啊，
还在那边那么野蛮的，这个还那么残忍的，这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啊，走的人类的历史的倒退嘛。所以说呢，从一般的观点来讲，这都是有问题的。何况啊，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讲，如果我仅仅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场来讲，可能有很多的呀非佛教徒说，这是您佛教徒的事，这是你的迷信，这是你们呢这个愚蠢。那我们要讲到今天我们整个的大自然的环境来讲，这个受保佑的动物是不应该把它破坏的。我们这个自然环境之中啊，有许多的所谓啊自然的调剂，某一类的动物的它的生存，它就能够是保护啊人类的自然的环境，保护到什么程度，它一定是有自然的一个彼此互相的调剂的作用的。那我们今天破坏了环境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呢也受到威胁的。因此呢，如果在站在佛教徒的立场来讲，不管是野生动物也好，是啊这个养殖的动物也好啊，吃了多了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什么果报呢？在佛经里说，凡是啊有这个凡是啊灾难，不管是水灾、旱灾、病灾，或者是呢流行的疾病，这都是呢是共业所成。在共业里边主要是杀业，杀业重呢，那我们呢会遭受到的共同的果报就会大，就会多。何况这个别的个人的今生杀业重，来生呢会有种种的果报，成为人，或者是呢也成为动物，或者是呢更凄惨的地方可去。因此呢，我们呢能够少造一点杀业啊，应该是啊对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未来都是好的。阿弥陀佛。